徐凯、张若昀主演的《从前有座灵剑山》正在热播中，灵剑派为了应对千灵教的挑战，就让徒弟们下山历练了。四个人一组，王璐和小海、文宝还有小琉璃组成一队。他们来到了王璐的老家王家村，因为千灵教正在这里发展教徒呢。为了对抗他们，王璐决定他们也在这里发展一个爱心教，帮助大家改邪归正。因为他们找对了方法，很快利用他们成立的男团吸引了无数女性，教徒人数很快就胜过了千灵教，引起了千灵教总坛的注意。他们甚至把小琉璃掳走了。原来小琉璃是他们千灵教教主的女儿，身份是千灵教的女帝。原来小琉璃当年是失忆了，而她失忆的原因竟然与海云帆有关。正是因为那次小琉璃出去玩遭遇危险，海云帆救了小琉璃，后来小琉璃就无故失忆了，竟然找不到家门，后被灵剑派七长老收留。这一下有好戏看了，想要了解更多就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吧。